有没有的，谢谢哦，再见，妹妹，哦，漂亮，这样你是几倍？我现在家具大概是2880，是2880，哇，难怪这么清晰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就要向他再看一点。不好意思，大家不会。这是开动的嘛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照照啊？哎，蛮好看的，优秀嘞，啊，很漂亮嘞。厉害，厉害，这已经拍过了，都拍好了。现在在录，哦，在录哦，那动作动作，那是因为录到吗？太大声了，不会，没事，因为我的人声去掉掉了。在那种低差的，有一点的，才有办法拍这个字。嗯，不简单，你抓字啊，在哪个方位？在这边有了斜线，有没有过来这边？在最左边那边有了一堆草，它头就在那边动。哦。没有，有的草这边晃，然后左边就是它那个，它的头在那个，对，就在草旁边而已。电信拉最近啊。对了，我都离下地方，你知道呀？他现在没有，好像没有小的哦。这是小的。对对对。他两只青鸟好像飞出去了。我可以从这里拍一下吗？可以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啊。哎呦，你很有经验的样子哦。没有，我也是今年才拍。才开始的。不简单，好。很会反光，要自己找位置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，只是个这个接一下。哪里的？我住这边，我住八斗子而已。住八斗子。我这边4公里而已。那很近啊。他们其他比较远。啊，跑走了。对，他可能跑走了。我再抓一次给你拍。他可能躲进去了。他们现在在休息啊。爸爸妈妈带东西。是啊、哦，对，在等啊、哦。他们那个挂掉了也会吃的、啊，对。那早点说，他们在那边就是吃之前吃剩的那个残渣在那边吃，对。他在抓呀。要等到他爸爸妈妈抓东西回来，才会比较活泼一点。那怎么这么大了还在等？他说好像半年以后各自。对，他你。那有声音吗？啊，谢谢，你赶快去注意一下，有看到，谢谢。你过路啊，渡到那个五月湾啊，去过另外一个。你看这上面，它现在最上面那个第二街那里，第二街那里，看大家都在休息啊。哈哈哈。啊，谢谢你啦。不会，谢谢。小曼，给了个。